次高原实验的主要测试地点为青海格尔木到昆仑山口，从海拔2800米爬升至4768米。此次实验的主要测试内容包括国六发动机高原适应性标定及积碳试验、管路密封性、高原爬坡动力性、散热性能实验、缓速器制动实验、高原 PEPS 测试以及高原适应性行驶等实验。全面考核在高原缺氧、低气压、昼夜温差大等复杂工况下，整车及零部件的环境适应性。全面充分的验证车辆在高原工况下各种性能，为产品研发提供实验依据，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稳定、可靠的产品。